声闻。我看到你了，你被抓到坏人家里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你就死了。公子，你还真是特别，人煞殊途，你竟然能够看得到我，已经是扭转了阴阳界的维度，如今又能看得到我的前世。前世真是有趣。你是那个啊？原来那个什么就长你这个样子啊？啊？呀！你知道我没有害你，而且这一个晚上我对你什么事都没有干过，碰都没有碰过你。等你成了煞，你就会明白，我们要想在阳间待下去，没有人的精气是不行的。路上男人那么多，精气那么旺，为什么你不找他们？我只想要你。世界那么大，为什么偏偏选择我？缘分。原来我已经是这般模样。保重。啊！长生文，